我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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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少，变少，本来二十，现在多少？现在变二十，总数的对吧？变少。没有啊。
喂，喂，那个水塔有开吗？水塔有，很正常。难道我们走了？你现在什么速度？我好像不知道。哦，你水塔有开哦。没有那个按摩。整个就是爆，一直爆，一直还是什么？最高一瞬间吐90万，他是就一直爆机，对不对？就很好打，就打蛮多久，就跳打。有没有志哥一醒孩子就是死，这是有个传说。哥哥是要找你还是找我？是啊，这个是个东西。1345。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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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时候该把新竹敲晕再说？二十万。每个跳起来都几十万，都好少。
四五二四五六各一万。他会自己很快速的算，对啊，我看就是这样，五分钟，然后他还没到我就算过，然后有一次是时间刚好到我就算过，不要很大的，看这大小，就300多，嗯，哎，那都没有，没有没有。现在那四个洞帮我各补五千。什么？四个洞，那个1346。1346各5000。好，两万收。哎，我这么多年有遇过店员抢钱。有啊。那怎么办？换手段。没有。那不是换手段。没有。
就不说了。好，我讲一下。好，阿伯，我叫伊先关一下，等下看拍几次看卖，敢会使？好啊，好啊，嘿，好 ，OK，OK， 好，好，拜拜。喂，廷伟，先给。那个，你那台冷气先关掉，师傅晚一点会过去看。那个正好指标四万在这里哦。好，每个先补五千。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很厉害，他竟然给我喝死我，他喝死我，他们家为什么这样？你现在来把枪给他，他再来开枪。哈哈哈哈哈！闹的呀！我刚刚买车给我女朋友，买房给你，真忘掉了。那我也放摩托车给你当帮手了。我也买车啊，我想在帮手里面帮忙。你看我上次帮手哪里停车啊？不对呀。对呀。我买车了。啊，知道啊，有时候就是真的是你要看状况嘛。你像我在那，我做看出来是买给你说的。我来这边评定我什么？五千哦，一二三六，熊班啊，你照熊班直接捆哦，你就不会勒，对啊，五千五十四五二十，我每天就是为了看到你，我也是啊，好，有没有感动吗？感动，看中这样子，两万。
你吧。他只是说，他只要睡醒，我跟他说，他醒才睡醒。你知道他睡的时候就是，你知道他睡的时候就是，我两次都两次失误呗。不要不要咬一门长门就好，我很怕四只十八万都有。不要再跳那个七八倍数了，他跳十几万没有用啊。他们开车。一样的啊，要八万跳十几万都没用。有人抽啊，那次好像没拍耶，八万倒没心情拍。八万六。四四九五。你干啊！你娘啊！你别你还忘记拍。加强版，加强版了，哇，这个跳六十万了，一次都回来了，万一，对啊，我也跳了九十万，你跳，你跳万一才两万倍的，现在两万，现在真是，他们加直接改泡芙了，他拿二比五十了。Thank you.
而且，你刚六万收了吗？我刚才在讲我跟他一起。你看，我马上跟你一起。我是一般帮你上东西的。我也是担心你没有收到。现在这账单就不是钱了，是万了。我已经觉得我今天会上卡了。不会，他今天会上卡，应该2000。我就不会到这边。这一台。巨大的。他快被你搞死了，今天晚上就不用让他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给5000呗。哦，那你应该整数。这棵树8000。康复我就从这栋开始。复活一下。他就这样两个一直跳，然后就三，就50几万了。我不知道啊。那我就是我这样子，这样子不要紧。对的。没有，那榜那表上总共才就是20，就25000的。就我打自己来保证，就表上就输20。都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哇，你看他怎么赔？然后你有0.5吗？你很聪明啊，知道我那个洞输，那洞我输10000。在主上啊，错了，我点一下。看我刚说你今天看剧了，看了。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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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加你加他赖留给你啊，你先加他赖啊，你分享啊，他是不是给我他赖，他就不会有钱哦，这样也是，就是你刚刚给我的，这个洗起来，好，来一样就放五万，跟他一样就放五万，你啊真丑啊，再加了4万。那边几分钟？3分半。那车跳完之后关掉就好了。就像里面有200万，他可能可以一次出发是吧？不可能，他就只能吐到160几这样，他只能出来。好。
不就打比赛了哈。哈哈哈！陈主教练是大师。你能解决？你看这怎么干的？啊，就是五分钟关掉都可以。他现在好像最多就是五分钟。这一个你要怎么跳？因为三百多万，对，一定要跳，要不跳就死家子，就创造一个巨人。对，这个不跳就是那个二三十万跳三万，二三十万跳三万那个剧本的。我今天就在那个剧本里。你不可能，我会跳我们三个剧本，那剧本才搭五十几而已。我两颗都二十几耶，我打一百多万。那不一样。他打一百多万。我们两个老板。不是老板，没有人想要打到东西。强哥，我也想。哎，强哥，你去哪里买的？你跟外送买吗？开心游戏吗？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门真的不要再打，再打下去磨到最后我们就好了。行。这一个完之后整黑，然后再。
还有在创作。他们在自动了。阿豹再说就有用了，有没有？三千倍，四千倍，三千五。这是我人生压倒第二次大牛了。没事，我之前打了100也没有看过这把。对啊，我都是暴击了，大师，哎，暴击了，刚才这不暴击，这不暴击还是很菜鸟。人家重点来就扣我头，你先让练习，你两个秤拔掉了，不是已经在跑步了？快就爆了，我们爆有各种包包包当当的，啊？对啊。啊？哦，8万了，9万了，5000倍。积分是有亮灯的，达到就有，就下来了。没有啊，那个上面那个是全灯啊，12颗都进。我说他们那个左上方那个数字，全进拉一半。进分，他会超过300分全拉。他进8颗拉10分。要。要换灯。他这几辆。
四万起跳，起跳应该四千起。跳出去了，好事。来不往上升。现在跳起来就很爽，这一水跳起来，干你啊！要就要回去了，要回水上了。那我们回水上啊，拜托，跳，看这二水，关键二水。不过这边算大哥，这边算八万多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他会不会补到暴击的？这个应该要补上去。谢谢。这颗如果补上去就漂亮了。你一睡就算了，你把脸抬头的去睡。上次被你骂一次，我就有知道。我们要做比赛，都讲拿最好，是不是？
跳跳。有两秒。我往里面。我们那边是有时候就是。是我家的。干。元气那时候一门锁下去也是过六分比较多的。哦，赚够了。也不是赚够了，就是你如果趁他换板，你就没机会了。就全部系统进来。啊。他们连游戏都换掉了，是吧？我跟你讲，应该有一台要在下单的，有一台要在下单的。我每次要在下单的，你要下单的。一定有一台在下单的。就像6万记忆卡多少？对吗？应该是17吧。半秒翻过来，你一台在讲。是不是在讲很危险的？啊？怎么感觉现在的他比不好的感觉？不，我自己打的时候也是这样想。至少他每一次跳起来都两倍起来。不，来了，一跳了。
跳跳起来就很大只。那如果刚这边刚跳11万，阿怪8万多块，这是几十万？要开了啦，要开了啦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他不要。然后我比较想偷看。你干啥叫来啊？我看着看着哦，我在滚，暴击啊！暴击啊！暴击啊！一支看的，我想要看伊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来暴击啊！